你看我干嘛？我跟你说吧，我今年都22岁了，拉了23年摸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美男子。不要对我怎么样哦，我20岁，没也没有被女孩子摸过。哎呀，我看到你第一眼，我连我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哎呀，交个朋友吧。我不合适啊。可以的。 我们去摘木瓜好不好？大就大了，你是进去摘吧，里面那么多蚊子。我自己有摘不了啊。摘不了。你帮一下我啊，是不是行不行？不行。你上面指挥就行了。还进来嘛，看你叫个朋友。不要拉我进去，里面那么多蛇，里面。我帮你啊，有我保护你，它不会咬你的。什么？你？哎呀，进来嘛。蛇你不要拉了。 走嘛！我刚动了手术，不能运动啊。哎呀，临近齐全，临近齐全的就行了。我不介意的，进来嘛。哎呀，进来嘛。我不合适。怎么又不合适了？我看我们两个挺合适的啊。哎呀，进来呀！我有点害怕你。害怕什么？我是成熟的小姐姐而已。哎呀，不要拉我。这样吧。 我家里面有个哥哥，长得很帅的。我一次我跟你介绍，比你还帅啊！是啊，有没有？比你拔高。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？有啊。看到没有？哦哟，果然是比你还要帅哦。能不能马上？能成的，他就是喜欢你这种有点胖的这种身材。真的？是啊。哎呦，那你介绍成了。 消费有多美了你？可以啊，你来。倒贴500个就500给你。我跟你介绍。一定要冲哦！啊，那快点走吧。快点走！要不然等下的就不晒渣了。真的啊！快点！快点！这里，快点叫你过去来呀！啊，好的。哥，哥，哎，我回来了。 回来了，是啊，老弟，回来了，是啊，果然我帅呀，是啊，怎么那么帅？不是谁呀？这个拉克的。哦，拉克，你介绍你给我，女摸的呀？对啊。哦，那在我介绍，你给他，他单身吗？是啊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？就是刚刚那个，路啊，这样子，知道没有？ 哦，我知道了，老弟，我知道怎么处置。哎呀，我们加个微信好不好？那个，哎，加个微信是吧？是啊。你好，正好我也是单身哦。你单身的？我知道你单身啊。你这样说了。但是，加微信有什么好处先？加微信啊。人家加个微信都有520140啊。那我发个红包给你好不好？嘿嘿呀，哎，要的要的，那你找我。 哎呦，大泽，这张脸这头像帅多了。是啊，520过去了。到了，哎呀，老板娘，谢谢啊。那晚上我们吃烧烤哦。吃烧烤好不好？而且天气那么热，我们去游泳好不好？哎呀，那个好，我也想去啊，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么寒酸的样子，没有一套好衣服，跟你这样的老板娘出去都没有面子啊。哦，也是哦。 啊，他说帅一点，我带出去有面子。那晚上去买啊。我前几天我都看上了一套那个西装啊。那你买啊？哎呀，最近手头有点紧啊，那个买不起呀、啊。多少钱？1000多块吧。哎呀，加上皮鞋啊，要1500左右。守不住孩子，套不住狼，给你1500。是吧？拉摩力挺赚钱啊。 我拉那个黑玻璃，不是我拉客1500，赚几百吧呀？哦，嘿嘿嘿，1500是吧？嗯。那1500。哎呦，谢谢老板娘啊。那晚上要约哦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个时间地点你定，好吧？我晚上8点在你们村那个枇杷树上面那个等你。啊，好的，好不好？那我提前准备好洗干净换好衣服。 哇，你不是说给我500吗？500。给你介绍成了。刚才我弟啊，在我面前夸你很会
很会做生意，嘴巴要甜，是不是真的？服务要好。哎呦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也很喜欢你这样的。都说”都说你们合适了。以后老都是我老弟的啊、哦。那个，那我就准备一下，啊。那往上走一点哦。行。要不然我都想你了。哎呀，我等你消息啊。好。嗯。那我在这里看着你进去。啊。我在这里看着你进去。不用，你先上车走吧。啊。那好吧。嗯。你记得想我哟。嗯。我也好爱你哦。快点，快点！我先回去了啊。啊，我目送你走。嗯，好。嗯。拜拜。往这边走走。加油！拜拜，亲爱的。哎呀，老弟呀、啊，啊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又会做生意，你怎么就不喜欢她呢？人家都主动撩你了，你怎么看不上她？哎呀，她那个。太烂了，知道没有？太烂了。是啊，像我这么老实的人都不合适我。我知道你不合适他，你跟他不合适，我记得的。哎呀，我不管。把他微信删掉吧。哦，我不删。你既然你不要，那我就要了。现在女孩子那么少，我晚上要跟他约会。哎呀，这样子不好吧？难受的，对你不好。哎，你不要不讲，要不让我要，啊？把它删掉吧，会害你的。这种女人不能要。嗯，行了，那老弟我听你的啊。是啊。你高兴就行。啊、他拉我回去的时候都对我，对你动手动脚。动手动脚。是啊。这种人也是啊，太浪了。是啊。估计娶回来也不好伺候。不知道拉了多少男人了。到时候破坏我们家风是吧？对 啊不能要，删除的。嗯，还跟我约会呢？啊，我就算打一块的一辈子光棍，也不要这样的女人，是吧？是啊，我们穷是穷点，但我们穷的有骨气、嗯，对吧？对对，嗯，幸好做了一笔刚刚。哎呀，晚上加个菜。好好好八个星期给小泽泽先，叫他晚上早点。你不要晚上了，等一下就去五点半。啊，小泽泽啊，你快点出门了哦，洗好澡，我在村口等你哦。对方已不是你好友，怎么回事？嗯，拉黑我了。哎呀，这个小泽泽啊，怎么能骗我呢？不是说爱我的吗？真的是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点啦！老爸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有电？哎呀，老爸呀！老爸，你没事吧？今天出到了，是啊，帮帮忙吧。哦，没有事吧？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孟先帮我送去医院。快点，来帮路啊！帅哥，帅哥，这个求求你了，帮帮我救救我爸爸，行不行？我今天要组织派点风啊，走开！哎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哎呀，大半夜来叫你挡路！啊，别动我爸、啊！我要挡路啊！走开！求求你帮帮忙行不行？走开，不要打我，别动我爸、啊、哎，张张张张好心啊，救我老爸，你没事？走开，不要这样挡路啊。怎么还有你这样的人，真的是不帮忙就算了，要拖你到这里来。老爸，醒醒啊，你没事吧？老爸，怎么了？被电电到了？怎么躺在这里呢？被电电到了。啊、被电电到啊？是啊。怎么有电线？就我爸爸中的。阿哲，还有气啊？是啊。阿哲，你不要去多管闲事。那
不要我上你了，大姐怎么又救、救我爸爸？哎、放手、哎！你看人家在这里等着救命呢、啊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今天是我们两个大死的日子，是多么喜庆的！你这样救他，我晦气啊！你还有什么晦气？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啊！啊，人家现在上车结婚去。我们结婚拜堂可以晚一点点的，但是他现在趁现在还有气呀、啊，赶紧看一下，送他去诊所医院急救一下。你赶紧上车，你是不是不听话？哎呀，你现在人命关天，你还说爱不爱我？我都说了，拜堂可以晚一点点的，我爸也不会跟你结婚的、啊。如果你敢救，我今天就跟你不嫁你了。你怎么能没有一点善心呢？哎、我们做人就有点社会责任感。你们快到了，我爸爸妈妈都现在顶不住了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人命关天，等着救命。阿泽，你吃我的，用我的。如果你敢今天救了，好，你就。怎么啊？阿三，我们走，今天这婚不结了。不结了是吧？不结了，大姐。不结就不结。大姐，你这种人，走，开车走。一点善心都没有呢。新郎，要不要你先跟新娘回去结婚吧？等一下我见到好心人，再去我爸也可以。你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大事啊！没事没事，救人要紧。要不现在先送他去那个诊所，哎，就近的诊所看一下。那个，哎呀，他们车过来，你先让一下。这种人都有。这种人呢，一点社会感都没有，责任感都没有。哎呀，好多啦！大哥，刚才多亏你了。先坐在两边去。做一个英文朋友。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啊，我啊，怀疑啊，都不用见明天的太阳了。不说这种，哎、那个，你现在既然没有什么事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、你怎么先坐下来先呢、啊？坐。是啊，哎呀，你还回什么回？你为了帮我，把你这婚事给搅黄了、啊。你现在回去也无法向你家人交代啊。就是因为现在家里面呢、啊，等着我接新娘回去，酒席都摆好了，菜都上了，亲朋好友都到场了。但是我现在接不到新娘回去，没法交代呀、啊。我现在，小伙子啊，这个是我对不起你。因为我的原因搞得你现在是我们的原因、啊、婚就结不成、哎、你们千万不要愧疚，一点都不能怪你们，相反我还要感谢你们、啊、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那个老婆她是这种人，见死不救啊，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，一点善心都没有，我要是跟她过日子啊，我估计以后她肯定也不会对我们好的。哎呀，那个就不说了，正所谓一粒米养百种人，但是小伙子啊，我觉得你现在有难处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有什么？我现在都慌了，在那感觉。我正式解决了你这个着急的事情，你现在也没有老婆了，但是我女儿啊，现在还单身，干脆这样，你跟我女儿回去拜堂。哎呀，这不是。我也想清楚了，反正我老爸从小教育我，他说要嫁就嫁人品，要嫁素质好的。你看我现在家里面也一般啊，而且我家里面也没怎么相处，这太突然了吧。虽然说你女儿确实我看起来都蠢蠢欲动，都心动啊。我跟你说，感情这东西是慢慢培养的，我跟她老妈结婚之后啊，才认识一天就结婚了，关键是为人好，通过这件事情啊，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了，下半辈子肯定会幸福，你就不用再啰嗦了、那个、你那边又着急，你赶紧回去吧。那你问一下你女儿同不同意啊？我都说我爸都教育我了，要找就找你这种人，见死不救那种人，你给一百万也不嫁。你真不介意吗？不介意。对呀、啊、我爸只有一个女儿。今年可算是因祸得福啊、哎、说什么、啊、是你的为人感动了我们。那就哎呀，太感谢你了老丈人。不要再扯那些、啊、赶紧回去拜堂，其他的办证呢过两天再说。彩礼那种什么都不要。嗯，我正想说了，那个彩礼怎么什么都不要。我爸你看、啊、你觉得好我也觉得好，我就都能够成龙快婿啊。那这样是不是大家欢喜的啊？那是 啊是啊。
那我家里面也回去也有交代了。啊，小茹啊，你这个女儿呀、啊，我感觉比我那个新娘今天分手那个要好十倍百倍呀、啊。不说她了，各有千秋啊。赶紧回去拜堂。那个是啊，先把堂拜了，然后，马上明天或者后天抽时间把那个证领了。你看这小事，赶紧去拜堂了啊！那我马上打电话叫他们准备那个婚服礼服给你，好吧？啊，快点，那快点快去吧，老丈娘，那明天要过来一起喝喜酒。我又不去了，我这还要晕晕的，等下休息一下，好吧？那行吧，你们幸福就行了。我们先回去拜堂去。那我来看你啊。行。那太感谢了啊，老丈娘。行。哎呀，这个小伙子不错啊，我看好的。哎呀，干嘛打人啊？兄弟，我向你道歉，这是我老婆啊。那你老婆也不能打人啊，有特殊情况啊，有神经病的。精神病的？对啊。哦，原来是疯子啊。对啊。那你既然有病呢，带去医院看啊，还带出来到处逛干什么？不是带出来。是他趁我们不在家出去工作了，自己跑出来的。现在抓回去，把他看好啊，要不然乱打人呐、啊。对，把他关起来。对啊，要是一个正常人打到我啊，我不要你赔几百块钱，我绝对不让你讲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既然是有病的，那就算了啊。行，兄弟啊，娶到这样的老婆，也自认倒霉了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想后悔都来不及啊。想退货啊，他们娘家都不同意，没办法。我先走了，下辈子再娶个更好的啊。行啊，先走了，不好意思了啊。是不是叫我打110啊？哎呀，本来就觉得有点猫腻，不行，赶紧去看一下。哎呦，阿顺呐、啊。刚才碰到那个人了、啊，差点就穿帮了。哎呀，有惊无险啊！幸亏呀、啊，刚才醒悟啊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等下出了这村口就安全了。像这样的身材啊，绝对能卖好价钱了、啊。是啊，赶紧走，走，走！哎呀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下，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干嘛呢，兄弟啊？这个。就是那个阿珍呢？怎么阿珍？是我的老同学呀、啊！我都没听过我老婆说过。再说了，刚才我老婆打你，我已经向你道歉过了，你怎么还穷追不舍呢？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，是我老同学呀、啊，前几天借了我30000块钱呢、啊，一直找不到他还钱。今天呢、啊，终于碰到他了。我老婆欠了你钱啊？对呀、啊。干嘛？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。对呀、啊，他连房子都没有租过啊。哎呀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他跟不跟你说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你感情不好呢啊，反正欠钱就要还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今天必须还钱吗？兄弟，既然你说我老婆欠你钱，有没有借条啊？借条？谁会随身携带借条啊？菜呀，没有借条啊！照你这么说，我随便在大路上拉一个都说他可以欠我钱呢、啊哎。反正这是事实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们可以去那个派出所。对战公堂，谁跟你去啊？去什么去？我老婆现在发着病呢，我急着送她去医院呢。我跟你说吧，你想要钱也可以，首先让我把我老婆治好了，到时候再还你。赶紧上手！来，不行，照这么说，那她治不好就不用还钱了吗？那怎么行啊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必须给钱，不给钱的话，你们就别想走。干嘛啦？啊？恐吓我们吗？干嘛？啊？我告诉你啊。这里也没有其他人，我也不妨大胆跟你说，我们两个就是人贩子，就是抓这个美女出去卖给别人的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？啊，果然是人贩子，难怪。我觉得嘛，看起来那么正常，怎么会有精神病呢？是人贩子怎么样啊？我们做多做少，我们也不怕你， 我们就是在兜口上面舔水的。我好心劝你们一句，马上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把他放开，我不跟你们计较。你想得美啊！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要不然把你打在这里满地找牙。我告诉你，邪不胜正啊！马上放开他。阿顺，我们走，不理他这个疯子。走，快！干嘛？干嘛？打！打！
我啊！干干！不用怕，老板想抓你去干嘛？先把我卖了，刚才我装疯卖傻，要不然了，他们又打我。你是被他们吓唬到了？是啊，他们还喂我一点迷魂药，我刚醒的。难怪啊，看你迷迷糊糊的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两个人贩子，社会毒瘤。他不会做我，还做我、兄弟啊，你今天啊，你就倒了大霉了。你敢得罪我们，我们是有团伙的。我跟你说，终究是邪不胜正，你们就准备洗干净屁股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失去的话就不要逞英雄，现在赶紧把我们两个放了，把那个美女交给我们、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。哎呀，还想放过你们，千万不要信他们的鬼话。既然被我抓到了啊，必须要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是啊，一定不能放过他们，我去作证。你去坐下。是啊，必须让他们去踩缝纫机上半辈子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太多谢你了。要不是你救了我，又被他们卖了。走，兄弟不，走，来来去，来。那个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车上有5万块钱，你把5万块钱拿走，好不好？四两。不用你，不要你那个黑金钱，你也没命花。走，哎，你等等。哎呦，走，哎，不要啊，放手啊，哎呦。啊，等一下啊！哎呀，快点呐、啊，老弟啊！太重了。等一下，反正我到前面让你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我不住，拉快点呐、啊，老弟啊！你要不要帮一下忙啊？好重啊，拉不动了、老弟啊！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拖一下。帮啊！老弟，那要不他帮一下？哎呀，没事。好重的，就这样。好重的，这个。哎，你卖了？你干嘛？你怎么？哎这样子推上去，我怎么？你刚才不是说帮我们吗？怎么推到这边来？滚！让我过！你这样子不能过了啊！怎么不能过？什么意思？不要推我老弟！故意推下去干嘛？推你！不推老弟，推你！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欺负我们老实人吗？真的？欺负你怎么样？你知道这怎么错吗？你帮我拉起来嘛！我又赶着回家烧柴呀！你耳朵聋了是吧？眼睛看不见的是吗？没有聋啊！你看不见，他也看得见啊！我一直按喇叭，一直，你没听得到吗？哎呀，这里太窄了嘛！太窄了！怎么这么松啊？这个人！滚一边去！哎，你不要推我啊！推你怎么样？你不能推我老弟啊！我老弟是很老实的一个人，从来没被人欺负过。老实？难道我不老实吗？啊！你说话不要这么大声好不好？滚！让我过，我有急事啊！我不管你帮我拿上来，手上一样，你拿上来，你推到那里去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你想得美啊！拿上来，你帮我拿个月亮下来，我就帮你拿上来，好不好？这么大的老板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呢？你讲这道理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看见这种车啊，你这远点的样，这个叫别摸我，不要碰见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懂怎么破车，你先帮我破车，滚一边去，喊我货！你不要搞啊！是不是要我动手啊？太不可信了！哎，不能打我老弟啊！不能打我，人不养命啊！不能打！不能打！打人怎么样？哎呀！打人了你啊！打人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弟没事吧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痛啊！啊，我痛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，大姐？你看我的柴就是稍微慢一点，他说帮忙，顺便就推到那个水沟里面去了。你个血口喷人哦！你在这里挡路，不要我推到旁边。明明是你自己的错。是他把你的柴那个推下去吗？对啊，现在还把我老弟打了一顿呢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？做什么事情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推人家柴还打人家，我看他们老老实实的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了？啊、还跟我动手，是不是？这么凶人呢？啊！还动不动？啊！哎呀！快点向他们道歉！道歉！快点！道什么歉？做错事就要道歉！快点！明明是你自己的错啊！人家受伤还要你送去医院检查呢，
啊，我老弟老老实实的一个人，从来没人被人打过。我今年39岁了，没被人打过。干嘛？别打了，救命啊！还拿棍子打我？啊？快点道歉，起来。装什么装？刚才不是很难打吗？啊？好。一个多管闲事的，我马上打电话。打电话有什么用？还是要道歉？我看你能叫谁谁？凭什么要我道歉？做错事就要负责任。哎，亲爱的，还亲爱的呢？谁来也不敢帮你这种人。我叫你们村口去来一点了，被人家打了一顿了，赶紧的。你哥不是很厉害吗？有没有受伤？叫你哥一起出来啊！好好好，有点痛了。谢谢大哥。没事。你挡着球，不要指我。挡着球，挡什么挡？快点，道歉。不可能道歉。把人家拉起来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，等下你的车飞过来。你打人了，高升。怎么这么急啊？刚才被那个恶霸打了半身不遂。你不要恶言先告状。是他把我们的柴推到水沟里面去的。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他们在这里挡，我一直按喇叭，他四只眼睛都看不见，也听不见。是这样吗？然后我推到旁边，他自己掉下去了。那我在前面，我说挡一下了，你按喇叭，我都说让你了，就找地点让了，他就硬的推到那边去。要等一下才让，你急什么？而且我看南蛮是很老实的，我看他一点都不老实。啊，我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吗？我怎么会不对？我会不对吗？我哪里不对啊？你别这么说，明明是你不对，跟他们道歉就可以了。你是谁啊？你们是谁啊？我是他大哥，是我男朋友。啊、男朋友啊？我怎么可能像这种土包子道歉啊？我从来都没道过歉，老麦、啊，没向别人低下头，我的字典里没有道歉两个字。早知道你说是他叫我出来，我出都不出来。你男朋友怎么做事那么过分呢？什么？你那个新交的男朋友怎么那么邋遢的呢？你要好好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、啊。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怎么变脸了，小婷？俗话说，遇事见人品。哎呦，真的是，赶紧道歉呐、啊！老麦，立刻分手，不能再跟他有来往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能啊！我什么不能？啊，小超是我们村中最老实的一个人。我看他也是老实人。我告诉你，见到一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。今天你把这火气向他们撒，肯定是你把这个东西推到上面了。平时他不会干这种事情。最看不惯的就是欺负老实人了。赶紧道歉！我不会道歉，向他们道歉。把人家的东西扶起来，啊！不可能，更加不可能。真的是看清这种人了。哎，这个兄弟，我刚才出来还想帮他，就这样啊！我不帮了，你爱打就打，打了我在旁边拍手称快呢。打不这样说话呢？我看你就不顺眼，这种人。老麦，你不能现在不要跟他交往了，跟你马上分手，把我送你东西马上还给我。啊，这些东西是你妈帮他买的？是，听到没有？哪能这样啊！说好的孩子，分手就分手，我这么靓仔，我还怕找不到女朋友吗？还有什么了不起？把东西还给我。黑不溜秋，在手里面。滚！赶紧滚啊你！走不走？真的是，哦，谢谢帅哥的出手相助，啊、要不然我老弟都要打成什么样啊？没事就好，没事，你们没事吧？没多大事，没事就行。没事，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没事，兄弟啊，不着急啊，我看你有点身手哦。不是，最看不惯这种欺负老实人啊，以为仗着自己有钱了不起的。哎，那我要老妹啊，走这走，我们把那个柴弄一下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啊，不着急啊。小兄弟啊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聊一下。哎，你说，那个我妹挺欣赏你的。啊，大哥，你帮我说说话。我还要赶着去相亲呢、啊。相什么？择日不如撞日。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我老妹还单身啊。她不是还有男朋友啊？对，我那个要她干嘛、啊？那个不要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？啊，你就干脆和我老妹交往。我行不行？那还没吃不上天药。你看你妹又有钱又有车，兄弟啊，关键是人好，比什么都强。那还得问一下你妹。不是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、哎嗯。像你这种又有正义的，
又长得帅的人，我们家境也不是很差啊。我是巴不得啊，典当龙都找不到。哎，你就不要再谦虚了，啊、好不好？我刚才看了你见义勇为这些事情啊，我老妹以后跟了你，我也放心。哎呀，我怕你妹看不上我。哪里比那个渣男强一千万倍了？也不多说了啊，你干脆老妹啊，今晚上你不是买了两张电影票吗？嗯、小兄弟啊，你介不介意、嗯、邀请你做司机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想是这么想，现在去看都没有问题，关键是你们愿不愿意？怎么样，老妹？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么好的男朋友。那行吧，你们去看电影吧。今晚上我就不煮你的饭了吗、嗯？那我还有个车在这里，先放在这里，放在我家这里先，好不好？哎、我帮你扶，你们出发吧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，美女？好，哥，啊、你去看电影了。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麻烦你了。啊，行行行，我也以前开过几年车的、嗯，那个钥匙在车上是吧？对，那你开车、哎。行，那你上车，我们出发。好，行。哥，那辛苦你了。那辛苦你了，啊，大哥。开车注意安全嘛。嗯。